要开圣经有三节，头一位伫诗篇四十七篇第一节，诗篇四十七篇第一节，恁众百姓啊，恁拢着拍手，着用得胜的声，大声呼号上帝。第二位记载伫诗篇第134篇第二节，诗篇第134篇第二节。恁着用圣手举起恁的手，呼号耶和华。第三位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八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八节。凡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点在耶稣基督向恁的旨意。圣经读到这，咱用感谢来找求上帝。今仔日圣歌特别。